Oh yeah, lo. He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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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扇贝，还在过来。 大长腿，好久好久没吃它了，弄它个腿，劲道。好吃好吃，爆一下个小罐头。有滑有沫有蘸酱。嗨，大星，好长时间没吃它了。哎，嘿嘿，咋样？ 只吃这里面的糕，这里面的糕呀，给回家给宝宝炒个鸡蛋，做个辅食，特别香。哎呀，越是这种糕越香。哦哟，你看看这么多。 猫眼螺，断，还断了一小块，但是不妨碍我们吃它，高，又香又糯，前面这个肉特别紧致，回家清蒸红烧涮火锅。 都可以。哎呀，有好多朋友啊私信我说，咱家的面包屑呀、里面的膏是我打的胶进去，我的天哪！ 我就不服了，谁家的面包屑的胶啊打得这么均匀啊？你自己看一下，都是红膏啊！哎，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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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朋友见个面。朋友，你看，这是面包屑的膏，并不是打的胶。 可香可好吃了。
哎呀！哦呀，这个母的面包蟹真肥呀！过瘾！来，粉丝也吃一口。海鲜面熟，嘿嘿，开始吃。大虾。肥的流油的汉堡包。半斤一个的大海螺算不算大？漏它。哎别断别断。让你别断你不听话。给它接上去也算呀，一个完整的海螺。嘿嘿。高啊，是特别香的，给它去苦胆。干挤出来。剩下的完整的海螺肉，嘿嘿，大口的吃。真过瘾，吃个面包蟹，看看它有没有够。完成。哎呀，壳好硬啊。哎呀，见一阵奇迹的时刻。有够啊。哎呀，别说，真香，太烫了。哎呀，过瘾吧。如果你也喜欢吃，记得给老弟点个双击。海鲜已熟，先吃个大汉堡，嘿嘿，看看这下面肉肥不肥，朋友们，壳多大，肉多大，真的不夸张，壳多大，肉多大，再高下面肉。和汉堡一样，有夹心的。哎呀，太香了。一朵小菊花，迷你八爪鱼。
有黄没有沫。小八爪的肉啊，特别的脆。嗯，很多朋友啊都说海鲜好吃，但是啊他不会做，那你千万别着急。朋友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熟食的迷你八爪鱼，这一包呀是半斤，你看一下，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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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大碗都是去过牙齿去过内脏的，味道啊特别的鲜香麻辣，特别的开胃下饭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的给我吃，你来上一单尝尝，嘿嘿，超大的迷你八爪鱼，嘿嘿，录的，嗯，啊，好烫，嗯，特别香，嗯，朋友，如果你也喜欢吃八爪鱼，嗯，你看一下咱们家的熟食迷你八爪鱼。每包呀是半斤，去过牙齿，去过内脏，哎，你看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，这一大碗，特别的开胃，特别的下饭。如果你也想吃，视频下面黄子给我吃，你来上一单，我先尝尝。满满登登的海鲜一锅，有个皮皮虾，哎呀，现在皮皮虾特别肥，马上要到咬海了，就吃不到了。高，嗯，哎呀，真香！如果说咱也喜欢吃皮皮虾呀，记得给老弟点个双击。嗯，皮虾鲍鱼，内脏不要吃，老规矩啊，直接往下拽。把牙齿，牙齿在这个位置啊，一定要记好，牙齿在这个位置，直接给它拽掉，剩下的可以直接吃。嗯，墨绿色的牙齿，老过瘾了。